来，我们这边直接开抽哈，我跟大家讲哈，不要再问了哦。Sam 00099，不错不错，你可以多投几下。来，封印卡，水剑士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哈，不用再问什么时候加倍喽，哦，直接现在 right now 就是加倍，好吗？大奖一趴。变 2.5， 然后其他的库拉皮卡跟奇亚都是 10%。 谢谢 Angus， 感谢。其他的话，因为这个卡夹哈几率会比较高啦，因为它不是像其他的卡夹有8张，哦，它这个卡夹只有7张，所以其他的4张是分别是 20% 左右。直接开抽，警六预备。然后这个就是水剑士啊，我看一下我还记不记得。哎，这个是没有任何反应，应该是忘记了第四集。哎，干，你看哦，如果说你今天很省，那我觉得你可以以第四集为目标，真的，看拼个两三抽，看会不会抽到第四集，几率很高，因为第四集真的是神队员，好不好？然后又是萝莉，对不对？又是正妹。哦，没有变就是变化。变化系 ，OK， 是因为变甜看不出来嘛？哦，这个，又是比斯吉，又是比斯吉，啊，不然就是奇亚，不是比斯吉就是奇亚，有可能是奇亚，两抽大奖，有没有？来，10%的几率提升有感，好，再来，来啊，保底重置哦，保底重置那个去问官方，那个我也不知道，第三抽。啊，谢谢那个建良，感谢建良。斗内的问题等观察再去处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刚刚没看到到底是什么，又是比斯吉，连续两张比斯吉。可是比斯吉其实算是两张也 OK 啦，两张 OK。第四抽，舔手机要舔看看有没有变舔，是不是？第四抽，看一下这个是哦，这个发光了，这个是什么操控系是不是？难道是库拉皮卡？他妈的，最雷的那张，这是什么戏啊？忘记了。第五抽，靠，又是雷欧利哦！这是放出是不是？放出，我记得伊尔米是操作戏吧？放出戏是雷欧利，啊，伊尔米是操作戏。那再来第六抽。皮卡好像是特质系吧？欸，没有，他是那个血红眼才是特质系。啊，平常的话好像是，平常他是什么系啊？欸，叶子在动，操控系吗？是不是伊尔米啊？感觉就是伊尔米，干，我就知道。会加倍吗？现在就是加倍啊，大哥，现在就是加倍啊。其实是不是加倍？你们很简单哦，教大家，你们只要看一下这个几率哦，只要不是1%。哦，小杰现在是 2.5 啊，那就是代表已经在加倍了，好吗？好，操作具现化哦，库拉皮卡是具现化，具现化的反应是什么？看一下，我记得强化系是水流出来嘛，水流出来就是代表强化系，那就是里面应该只有一张强化系，就是小杰嘛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伊尔米，干妈伊尔米之塔，再来第八抽。第八抽，库拉是结冰哦，结冰，库拉皮卡中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连续两张，那个奇亚跟库拉皮卡都中了，完美，这个运气很好哎，对不对？八抽就直接两大奖毕业，然后再来就是剩下小杰了。我现在只要拉到小杰，我就可以停了。哦，拉到小杰就可以停了。那个结冰就是库拉皮卡，这个只要满出来就是小杰。这个是，哎，我都还没有抽到西索，现在抽了9抽，一张西索都没有，一张西索，我现在只能一抽一抽，因为我不想十连抽，如果抽过头就会很干，2.5%的几率哦，所以我们这是伊尔米，哎，等一下西索是操控系，所以他跟伊尔米都是
也是有可能。西索是操作吗？操作系吗？十一，十一，西索是什么？哦，变化系哦，变化系那也是不会动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完全没有变化。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雷欧利吧？这看起来超像大奖动画的，你不觉得吗？结果觉得是最雷的。西索是变化系，所以变化系有三个，有可能是奇亚，有可能是西索，有可能是比自己，三个。新卡夹12月2号，12月22号才有，现在还没有。这个是雷欧利，没有，这个是雷欧利吗？这是伊尔米。我觉得三真人现在用不到了，我觉得不用了。啊，谢谢阿努比斯赞助啊，厕所。妈的，每个都一抽小节，聊天室每个都一抽小节，怎么那么夸张啊？哎，加倍还要让我抽到保底哦？请证明三大奖复制人哪个好？我觉得都不需要。一张西索都没有，感觉不像加倍。有啊，我前面八抽两大奖哎，一张10%的几率，我觉得抽到大奖的几率总共是22.5%，三张加起来22.5%。22.5%，你正常来说五抽会一中啊，五抽一中。你看又一张大奖，又一张大奖。我现在抽几抽？我现在抽了14抽哦，三大奖，所以其实几率算正常，算正常。一万的时候我们做个纪念的话，吃个广告。来，这个是没有变化，有可能又是一张奇亚，有可能一张奇亚，有可能又是奇亚。他比自己再来第十六抽，我不想抽到保底啦，还是我们来一次10连抽。可是如果抽超过的话，我很对不起这个账号主人欸，还是我们直接来一个10连抽好不好？这是第16哦，中了，西索第16抽才出来。你说他20%的几率你敢信？剩19次，我直接10连抽了，我不管了。如果里面有一张 new， 有一张 new， 那代表就是小杰。我这个10连抽的特效有没有看到？10连抽的特效好像比较不一样啊。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结果没有任何事情，结果没有任何特效，没有 new， 干，又一张那个。奇亚两张，奇亚已经4张了，奇亚4张了，9次不能10连抽了，只能1抽1抽了。奇亚已经4张了，超多奇亚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感觉是比斯吉或奇亚吧，不会又是奇亚吧？细说，还有8次，干。2.5%的难抽哎，半折指数你好，不过我有问那个，我前几天有跟那个 YT 的经理开一个线上会议啊，就是因为现在多了一个这个YT 专业版嘛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啊，然后我就有一些问题，我就很好奇，我就问他嘛，问他说，那如果说那些这个买这个 YT 专业版，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Premium 啊，如果买了那个东西的人呢，看我们的影片呢，那这样还会有广告收益吗？那他跟我说，其实那个广告收益会比你没有买，然后看影片，单看广告这样子的还会来的多一点。他是这样讲的。又一张库拉皮卡，他是有一张库拉皮卡。哇，两张库拉皮卡，4张奇亚，真的扯。正常来说，没加倍的话，几率不可能这样子。谢谢 Sam 099，谢谢 Sam 099。10连抽按照保持系列，10连出奇亚小熊东西。靠10连出按照保持系列，里面总共7只，7只。还好猎人出10连出了小杰奇亚。库拉皮卡有用吗？库拉皮卡是最实用的，我觉得。买那个专业版好用的地方，我觉得主要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机看特别多广告啊，所以用手机看的话，我觉得非常好用。
真的防守成功哎，390猎人龙颗礼包值得买吗？非常值得。应该是说哈，你对于你不想花很多时间在刷那些龙颗的人，非常划算，直接360直接搞定，360 390直接搞定，就不用在那边花时间打那个武装龙颗了。这次复刻猎人已经加倍过了吗？现在就是加倍中，现在，哎、欸，要保底了，剩三次了，干。有点衰，四抽两皮卡，怎么那么帅？四抽两皮卡，欸、这是什么变化系？不会又是奇亚吧？不会又是奇亚吧？一个龙科只要五点体力，问题是你要钥匙啊！钥匙那个东西，我想要拿来用那个稀有熔炼啊！我稀有还没全部熔炼完啊！我完全不想浪费钥匙啊！而且我不想浪费时间打那个龙科关卡。来倒数第二抽，这个感觉会不会是奇亚？10%跟20%，感觉是奇亚。啊！加倍还是保底？加倍还是保底？好啦，最后一抽，这一抽一定是小杰，好不好？除非他们又出 bug， 那水流出来就代表强化系。破图，破图，你们看到吗？我记得以前的动画不是长这样子的哦，有看到那个破图吗？好啦，中了，好，这样总共抽了几抽？35抽起，